回到了台南三舅的家。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开示助念，隔天早上再继续开示助念。因为亲戚们对佛教不了解，也不晓得怎样念佛，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开示助念对一个临终之人的重要性，所以全程都靠我一个人打引磬带动大家念佛。中午用过了午餐，我觉得有点疲累，就跟旁边的亲戚们说，外祖母应该是心中有执着，有挂念的事情，所以迟迟不想跟阿弥陀佛往生。因为我们只要念佛，阿弥陀佛都会闻声救苦，应声而现。而外祖母现在进入弥留的状态，阳气已经差不多没有了，阴气增盛，应该是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。但是心有挂念，所以就迟迟不往生。我在旁边房间躺一下，如果有什么状况，请立刻来叫我。说完后，我就到旁边的房间稍作休息。我高雄的小舅妈听完我所说的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等我进去休息时，她就立刻跪下来合掌，向我的外祖母说：“阿婆，阿婆，如果阿弥陀佛已经来接您，就请您跟随阿弥陀佛往生。我前几天跟您说的话是无意的。”我这位小舅妈是续弦，原配的舅妈因家庭因素离家出走，留下三个读小学的小孩。她在家时本来是个大小姐，一进入小舅的家门就要服侍我的外祖母，又要照顾三个小孩，可以说很苦很累，当然就会抱怨。前几天小舅妈还跟我外祖母抱怨说，您如果不在，我也要离开这个家了。我的外祖母就是挂碍这一点。外祖母大概心想，这个家庭是因为你进来，所以大太太才离开，这几个小孩子必须要有人照顾，你又要离开，小孩子怎么办？小舅妈就是想到这些，所以就跪下来跟她保证说，您如果往生之后，我绝对还会留在这个家庭，至少把这些小孩子培养到大学，所以阿婆请您放心，跟着阿弥陀佛去。这几句安慰保证的话一说完，当下原本一直躺着不动的外祖母立即双手合掌，旁边的人看到外祖母有动静了，立刻来叫我。我马上来到外祖母的旁边，到的时候看到外祖母第二次合掌，然后双手放下了，又第三次合掌之后双手又放下在两边，第四次是把左手伸到胸前，就像阿弥陀佛左手捧莲花的那个状态一模一样，而右手本来是手掌在下，也同时翻掌过来。当手掌翻过来的时候，立刻断气，脸相也逐渐圆满红润。在场的亲戚们，无论大人小孩，看到这一幕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讶异的不知道怎么说。本来念佛有气无力的，现在则是大声虔诚响亮。外祖母就这样在1:20显现弥陀接引像，随即断气，这是我亲眼所看到的。我外祖父当年92岁，那个时候身体还很康健，他并没有跟我们一起念佛，但一看到我外祖母断气后的相貌，就说没有看过人断气面色没转，意思就是说他活到92岁，也看过了很多去世的人，从来没看过像我外祖母这样断气了但是面貌没有转变，还像活着的时候一样。
好像睡着一样的安详柔和。一直到入殓时，还是维持着接引的形象。事后，我三舅妈跟我说，老人家往生的前一天晚上，也就是农历初二，刚从高雄回来，大家围着念佛的那个晚上，阿弥陀佛的侍者有来。他这么一讲，我就很好奇，心想，你没有学佛，不懂得净土，阿弥陀佛长怎样，你怎么知道？也认得出来吗？所以我就反问他说，阿弥陀佛也有侍者，那长得怎么样？你在哪里看到？他就回答说，因为天气很闷热，六月天，你们大家在室内房间里念佛，我就一个人拿一个板凳坐在门外念佛。那个时候有看到虚空中一尊一尊的阿弥陀佛，很多，就像佛光山。他一讲佛光山，我就晓得，因为佛光山大佛城有一尊大佛，大佛底下四周有很多小尊的阿弥陀佛，表示那天晚上我三舅妈有看到夜空遍满阿弥陀佛的来迎。当然她也认不出来，到底是所谓光中化佛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，还是阿弥陀佛带着观音世智清净海众浩浩荡荡前来迎接。不过这总是表示往生的瑞相显示是真的。我们一念佛，尤其是为往生的人念佛，阿弥陀佛就会浩浩荡荡的主动的来迎接，这就是一种证明。所以我就在这篇记载的后面写了几句暗语，说阿弥陀佛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无所不知，阿弥陀佛常在我旁，调摄着我，等待着我。若我回心，一佛念佛，我与弥陀感应道交，现世互念，临终接引，眼前事实岂能不信？我的外祖母往生时显现的相状，刚好是跟我请去给他悬挂的佛像相状是一模一样的。论他们，不是修行人，也不是念佛人，即使一些高僧大德也未必能显现这种瑞相，即使我们念佛几十年也没有看到阿弥陀佛在我们面前，何况说遍满虚空。为什么他们却会有这个现象？这是阿弥陀佛的悲心，要安慰我们，因为我是他的孙子。外祖母一生困苦，现在是深沉的交关，要上升或往生成佛，或是要堕落三恶道的关键时刻，难免我会很关心。至于我那些亲戚，他们不像我这么关心，因为他们对这个道理不了解，听我讲也未必会相信，但我是深信的。所以当外祖母迟迟不能断气，我心中就很挂念，有了这个瑞相就消除我心中的挂念，同时也是为了度化我的那些亲戚们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